观众朋友大家好，关心你我家园，欢迎收看3月16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新闻首先关心到的是市府预算，台中市政府配合市议会调整105年度总预算科目要求，已经完成中央补助款列入预算的规定。16号这一天是召开议会临时会，而当中市府也提出了有 20.6 亿元，好让学童的营养午餐每个人每餐加5块，还有自由车场整修等计划都能够顺利推动。而经过了一番讨论，最后是由议长林世昌宣布完成一读，送交各委员会审查。台中市议会16号召开临时会，市府主计处以及财政局长也分别针对今年度的第一次追加减预算的编制情况提出了报告，而包括提升营养午餐品质以及自由车场整修等计划等，一共是提出了 20.6 亿元的追加减预算。不过议员是对环保局所编列的相关经费有些质疑。你所有的预算这一次追加减没有任何一个预算是中央补助的呀，都是经常门的预算啊。这些预算老早在总预算还是普通的时阵，你就应该提出的。既然你们在追加减提出，表示你们有为师啊。有一个空地力美化的这个计划的经费5000万，这是在上个议会的会期里面通过的空地管理自治条例，我们台中市的，所以依据一个新的法令通过以后，好，我们就是可以依据这个新的法令来编列预算。为市政做好把关，有多位议员对追加减预算内容是纷纷的提出看法。而另外也有议员提出，市府跟区公所发出的公文不同调，容易让人产生混淆，也希望市府能够做出说明。你们要不要检讨？市长，要不要检讨？你要不要回答一下？两张公文，林佳龙的公文跟区公所的公文不一样。请民政局，只有西屯啊，好，我要请民政局，就西屯区公所，他们要补发一个哦，给人家说明清楚啦，不要导致误会。好，你本区各区公所啊，我想是只有西屯去发了这一个，不是西屯区，是本市各区公所，你们各区公所都是发这种公文。市长林佳龙也强调，这并非普遍性的现象，而他也已经指示民政局要再度发公文，也要求西屯区公所向志工解释清楚，不要因为用字不慎导致的误会。而追加减预算部分，已经由议长林世昌宣布完成一读，要送交各委员会来审查。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